3月8日是国际妇女节，电影《我的早更女友》提前推出了一款公益视频。佟大为牺牲肉体和色相，首次戴假发，穿上高跟鞋，从七尺大汉变成七尺女王。这款公益视频由影片主演周迅担任旁白，呼吁大家关爱女性健康，预防提早更年。而让人惊诧的则是一直低调示人的佟大为，在视频的开始身着西装的他还帅气十足，但转眼间他马上就变身女王，高跟鞋、黑丝、短裙，再加上各种夸张的更年期症状一起上，瞬间让大家感叹太性感。娱乐新闻为您整理报道。敞开你胸膛，寻找传说的愿望，云霄外，幺三最动听的悠扬。